想好的过去，如果你过得好像是仙，一天一天都是好体验，珍惜每分每秒走向前，一遍一遍我们许心愿，万事都如愿，好运都点点，一年一年的心情感谢，平平安安相聚团圆，幸福一直在身边。各位，您现在正在看到的是抖音 APP 浙江卫视春节联欢晚会的现场。咱们中国人过年啊，有一个传统，那就是必须要在咱们自己的门上贴上这个大红的春联或者是福字，寓意啊新的一年福到了，幸福安康，兴旺发达。而说到这个开门红，还有一样就更受到大家欢迎了，那就是大红包。所以啊，春节上抖音，点击左上角的灯笼图标，参与分20亿，祝各位鼠年开门大吉。本场晚会由有机领导品牌经典特别赞助，天赐经典，开启有机新生活。今天晚上咱们中国蓝大家庭的家人们也是回家团聚了，陈哥、Baby、Lucas， 过年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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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我想问问啊，我们跑男团三位成员在你们的家乡过大年的时候有什么样的年俗？在上海的时候呢，过大年一定要吃团年饭。那团年饭的时候呢，我外婆小时候就会做红烧肉，就是红红火火，然后还会贴那个福字，福到也是红红火火。陈哥，我是个北京人，然后北京人呢过年的时候可以这个用年俗里面的一首儿歌来代替。哪一首？叫糖官祭灶，新年来到，姑娘要花，小子要炮，老太太来见新棉袄，老头要戴新毡帽。哎，好，听着就有年味儿啊。 Lucas， 然后在香港那一边呢，就是肯定会放烟花，对，在那个维多利亚港那边就是会 bi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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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子。对，大年初一我觉得就是开门见喜，所以今天晚上我们的春晚给大家呈现的也都是开心事儿、喜事儿。我觉得这样我们轮流来说几个吧。接下来请允许我非常傲娇的分享以下几件啊，浙江努力创建新时代美丽乡村，家乡变得更美丽了。浙江全力推进最多跑一次改革寄名片，方便了广大人民群众，该不该鼓掌？好。浙江积极推进三服务制度长效化，许多百姓的问题迎刃而解。太好了，太棒了。但是我觉得其实不光是浙江，全国各行各业蒸蒸日上，我们人民群众的生活呢也在不断的提高，咱们老百姓的生活可是越过越红火的呢。为了让所有现场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都可以感受这个开门红，沾到这份喜气，我们现场准备了一份超级大礼给所有的观众朋友。现在打开抖音，点击左上角的灯笼图标玩红包大会，最高可以赢得10000元锦鲤现金红包，金属送喜，抖音有礼。今晚的21点，各位记住是21点，还会有超大的红包雨等你们来抢。接下来就让我们在这浓浓新年的味道当中共同品尝节目大餐吧，好不好？
欢迎来到2020浙江卫视春节联欢晚会，精彩的表演不仅可以在我们浙江卫视观看，同时呢还可以登录我们的爱奇艺、优酷、腾讯视频观看更多精彩内容。欢迎我们的 Lucas。 传统的民俗里面你自己比较期待的是什么？我非常期待这个抢红包，就是收大人的红包啊。对啊，对，所以呢现在春节期间上抖音哦，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可以分享20亿，你们要不要去抢？现在我们的抖音红包上还有很多新鲜的玩法， Lucas 你自己想不想要尝试一下？可以啊，我可以试一试。对，好， OK， 首先进入到我们的抖音 APP， 点击左上角有一个红灯笼，然后点红包大会，找到表情跳舞机，再点击一下。哦，有没有看到自己？要开始了，就要做表情是不是？开始了，对，跟着表情做，嘟嘴，嘟嘴。要告诉大家，在玩这个游戏的时候啊，每一次我们的红包大会游戏呢，就能获得我们的红包能量，每5000个红包能量就能抽取一个随机红包，最高可得1万元锦鲤现金红包。哇哇，成绩不错，来你点收下奖励。哦，收下奖励，看看有多少这个。会获得多少现金红包？开开，1.88元，哇，太棒了！大家记得也去玩这个 app 啊。好了，我们的金属送福，抖音有礼，现在全国的观众朋友，满满祝福的抖音红包雨来啦！姐，你慢点儿，爹你消消气儿啊！老王，你给我出来！哎呀，谁呀？这吵吵把火的，你看见？贵奶来了，快快点进屋，外边冷，快点，哎，快进屋，就进屋，坐进屋，往里坐，快点。不是我说你，哎，没事你胡说啥呀？还你拿钱给村里建养老院？我啥前说的？镇长给我打电话说你亲口说的，我还亲口说，我连这屋都没出去，我啥劲说的？谁的嘴这么欠啊？我说的。啊，桂兰说的，那正好，没我这事就跟他提过一下啊。桂兰，你咋能信他的话呢？那抠都抠一辈子了，为了省点洗头膏，头发都刮了。主任呐，你听我解释。不是那个，不是你解释没用，关键镇长现在相信他说的话了。你相信我说？实在没招的话，我找老李头吧。哪个老李头啊？砖厂的厂长啊，老李头啊，我给你介绍那对象。对你可上心了，我找他去。站！我说我不拿了吗？这么半天你让我说话了吗？你能拿出50万呢？我是拿不出来，但是有一个人能拿出来。谁呀？谁呀？我儿子，亮亮。亮亮不在国外呢吗？对呀，他是在国外，在一家大公司里头当 UFO。啥？拉倒吧，那飞碟的，那叫 CEO。啊，你别管啥 O， 年薪这个数，3万呢？再添个零，30万，30万欧元。但是我这钱可不是冲你拿的啊，我冲桂兰拿的。那个老王啊，咱大侄儿啥时候回来呀？对呀，下午就回来。啊？今天下午就回来呀？啊，那可太好了！亮亮最爱吃我包的饺子了，我回家给他包点饺子吃啊！哎呀，谢谢桂兰啊！没事。今天我大侄回来，我也得感谢感谢他。光搁嘴感谢啊？那你说咋办？你拉横幅给我贴在老李头砖厂门口，上一联：我儿子建养老院，为民造福。下联呢？张桂兰心地善良，名花有主。应该有横批吧？横批是别惦记了。你真能整啊！行了，我不跟你磨叽了，我杀猪去，快点。哎呀，我儿子可给我争气了，这回我在我们村那这得扬眉吐气。爸呀，爸，我回来了。哎呀妈，回来了，开门。儿子，儿子，哎呀！
想不想我啊？咋没想？这长这么高呢？想爸比呢？啥玩意儿？外国人问爸比得比，不都这说吗？这搁哪儿学的？爸呀，来，我给你买的经典有机奶，来。哎呀，这得花多少钱？快进屋，进屋，进屋。哎，快，儿子啊，这么多东西，这来回拿啥的，多沉呐！不沉，我还有挺多行李在路上悠着呢，没到呢。我那工作辞了。哎呀，我儿子真厉害，工作辞了。工作辞了？啊，不是，30万这么好的工作，说辞就辞了？啊，对呀。那个，能拿出50万不？拿不出来。这钱呢？花了。哎，爸呀，你别吓唬我呀，咋的了啊？儿子，完了！你说你这钱拿不出来，你张姨这事儿也没戏了。啊，我张姨不挺好的吗？咋的了？挺好是挺好，关键是钱没了。怎么回事，儿子？我答应村里头了，给咱们村建个养老院，这可倒好，前门了。我以后我怎么见他们？哎呀，爸呀，这事儿你听我给你解释啊。我虽然是工作辞了，但这个钱呢？你别解释。老王，猪宰了。谁来了？快！哎呀妈！快点！这往这里开门！哎，等一会儿啊！哎呀妈！哎呀！哎，媳呀，这怎么听屋里有声呢？亮亮回来了？哎，没有，那个，哎，那个什么，刚才那电视打着了，我刚闭。啊，俺家那酸菜没腌好，我在你这捞两颗酸菜。哎，不是，那是我家那酸菜也没好呢。哎呀，我看看，不是你看不看，它也没好，没好。我看看不就知道了吗？肯定是没好。你说你那个抠样啊，吃两颗酸菜还坐酸菜炕上了。哎呀，行，一会儿我上别人家整去。哎，这一箱是谁的？啊，那什么，过年了，我收拾收拾东西，我的呗。这衣服呢？我要把衣服晾晾，这拿出来洗吧洗吧，这你看这我的衣服，你这看，这多合体，瞧瞧，稍微瘦点，我正减肥呢。不对，亮亮，你肯定给我藏起来了。你干啥呀，亮亮？老徐啊，没有，你往哪干啥？你要我看看，我还能把它藏缸里啊？你把亮亮藏缸里了？没有，你这咋这样呢？你那你下来我看看。我不在，我拽你啊？不用，不用拽，别扯啊！我告诉你。你别碰我，告你非礼，我告你，你再待着我喊人了，快点！哎呀，说哎呀，你了呢你还？亮亮，哎呦呀，憋死我了！这孩子，你咋还进缸里了呢？我爸给我塞进来的。老王，怎么回事？我告诉你啊，亮亮，你别管啊。哎、老徐，这个牛呢是我吹出去的啊，机会是我拉下的。我就砸锅卖铁，我把我家房子卖了，也给你补上50万。爸呀，儿子，你别管，你赶紧走。你俩别说，告诉我咋回事。别叔啊，你听我解释这钱的事儿吧。不用说，我儿子工作没了，那个年收入那也没有了，50万泡汤了。工作确实辞了，工作辞了，50万没了，没了。主任，镇长来了。镇长来了，亮亮回来了。镇长，哎呀，你可是镇上的贵人呐！镇长啊，跟你说个事儿，你一定要听住。啥事儿啊？这么恐怖啊？就是说吧，50万投资建养老院这事儿泡汤了，但不怨他们爷俩，怨我。不对呀，亮亮联系我了，他上浙江兴农村考察了，回来一看，说我们这儿啊。养老院太小了，他决定投资400万建一个新型的一养一体化养老院，我们政府跟着投资支持亮亮。那你咋不跟我说呢？
我跟你说了，你也不听我解释啊！你看你这孩子，你跟我说呀！我咋跟你说？我一进屋他就给我塞缸里了。亮亮，我代表镇上感谢你，好孩子，看见没？还是我儿子厉害吧？啊、对。那个猪杀没？杀了。血肠灌没？灌了。算你倒霉。倒了，就差吃了。桂莲，走，吃猪肉去。顺老李头砖厂走。你拉倒吧，幼儿，你要干啥呀？我把这对联给他贴上。你呀、啊，有请朱正廷带来歌曲《一路同行》。这旅途不孤单，耶！故事每一段有你陪在我身旁，遇到黑暗你是。驱散我心中那些迷茫，我们以梦想而聚到一起，幻灭你酸甜苦辣的回忆，都会成为那夜空的星。哦，照亮我前行，努力付出那份温热，哪怕褪色。你明白我所有忐忑，也许温暖我。往事在闪烁，梦想的烛火不灭。因为你，我不会轻易妥协。从每句海浪。陪着你面对那泥泞沼泽，如快乐我也成为你想到的第一个中心停车。前路不可预测，转角后开启各自新生活，总有分分合合，命运开了每一分执着。故事在闪烁，梦想的烛火不灭。因为你我不会轻易妥协，从每句海浪完成海拔地的转变。欢迎来到2020浙江卫视春节联欢晚会，本晚会由抖音 APP 冠名播出，上抖音分20亿，鼠年贺新春，精彩继续。我们的晚会进行到现在呢，现场的年味儿呀是越来越浓了，所以我们接下来要请陈哥、baby、曹和阳还有烧饼，我们一起来写写这个春联。哇， baby 的这个福字好好看啊，来来来来来，给我们讲讲这个福字有些什么寓意。就是福字啊，就是一口甜组成的一个福字。那我这个呢，把那个甜改成了一朵花，祝大家鼠年有钱花。哇，这个寓意好，寓意好，寓意好。杨老师，给大家展示一下您的对联。我写的是：开门见喜财源进，举手迎春瑞泽来。也在这里呢，借着我们浙江卫视的平台，祝中国所有的朋友们，还有海内外所有的华侨同胞们新春快乐。
Hello， 我是李玉刚。此刻我们正在包饺子。在我们东北啊，其实有一种饺子叫做福气饺子，长辈啊或者妈妈呀、啊、会在饺子里放上硬币，或者说其他代表好运的一些食物，所以这就是我们说的福气饺子。过年呢就一直在吃饺子，我们从初一就开始吃饺子。此刻呢我们现在正在吃的是饺子，其实我们吃的也是一份团圆，一份分享和一份关爱。哎，就像我手边的经典有机奶，千次有机给最爱的人，马上跟我们的新年饭一样好吃的节目就要登场了。一想到你我就很寂寞，说走也不害羞。青春的流年和你重游，享受我用彩霞山盟酒。一想到你我就很寂寞，说走也不害羞。想练就绝世武功，就要忍受常人难忍受的痛。师父喜欢喝的茶叫做乌龙，衣服爱穿中国红。嘿、hey, 师父，无论是炎夏或寒冬，我都很向往山门外的天空。还在南方等我下山的我的人叫嚣，我左手一式太极拳，右手一剑刺身剑，扫退这招叫清玄，破星空飞燕。我七进一脉力破天，一身正气当人间，出破暗亮我心愿。老师傅再见再见。我们一起学猫叫，一起喵喵喵喵喵，在你面前撒个娇，哎呦喵喵喵喵喵。我的心脏蹦蹦跳，你脸上你的坏笑，你不说爱我我就喵喵喵。我们一起学猫叫，一起喵喵喵喵喵。我要穿你的外套，闻你身上的味道，想要变成你的猫，赖在你怀里睡着。每天都贪恋着你的好，每天都贪恋着你的好。我们一起喵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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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愿你怎么过年的？都会吃一些什么样的美食？蒙古草原上
这个除夕之夜也是包饺子啊，牛羊肉，更重要的是要喝酒。会唱歌吗？会唱歌，我给大家唱一首我们蒙古族的祝酒歌。啊嘿呦哦啦混蛋蛋啊萨罗曼金在罗拉来东在啊嘿呦他那的太干来等所有都在罗拉来东塞哇，真的是太悦耳动听了！在这里也告诉全国的观众朋友，全国各地各种各样的美食，打开抖音啊，您都能看到。而且腾格尔老师给您一个秘密武器，您用这个方式来拜年，特别的潮。打开最新版的抖音 APP， 点击左上角的灯笼图标，找到红包大会，有一个游戏叫偷吃年夜饭。这个游戏啊，您会跟里面的 NPC 的妈妈一起来互动。好，来开始。啊！气贯长虹。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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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妈妈发现了，太可爱了。好，我们点击发送。观众朋友也可以一起打开最新版的抖音 APP 来分享这个偷吃年夜饭的游戏，玩红包大会还有机会赢得万元的锦鲤现金红包。新年聚在一起就是要分享快乐，这就是我们的新年俗。抖音有礼，下红包雨喽！大家过年好，春节期间上抖音一起参与分20亿，20亿没写错吧？没写错，这么多，没准还能领到万元锦鲤现金红包，现金红包没写错吧？没写错，那么好，领到红包了就赶紧下单吧。哎呀， yeah， 漂亮！今天晚上就这么播，我一定可以卖很多。哎，饿死我了，吃个。啊，不是，能不能少吃一点呀？我爸给我30万的这个买房的钱，我都用来进货了。现在我这30万的货被你吃的只剩29.8万了。这房子是咱俩合租的，对，房租是我垫的。是，吃两个李蛋怎么了？对，你说的有道理。今天9点一直播，这个钱一赚着了，我立马把这个房租给您补上，还有这个分成啊，我全都分给你。没毛病。哎呀，我爸，喂，亲爱的爸爸。哎，闺女啊，哎呀，爸可想死你了。哎呀，闺女，哎呀，都在呢，这家。哎呀，好啊。哎呀，哎，我闺女咋样？长得漂亮吗？这家伙，哎，幼师，幼儿教师，今年过年呀，回不了家了啊。然后他说可想我了。闺女，你说你想不想我呀？你要想我，我爸爸就去看你去。啊，不想。有点尴尬哈。没事啊，我没事啊。闺女，爸爸再给你一次机会啊，你好好说，你想不想爸呀你？不想，不想就不想。漂亮，既然你这么想的话，爸爸就给你来一个惊喜，来吧。谁呀？哎，爸，你等一会儿啊，我家里来人，我去开个门。惊喜不？爸，我一开门，我看见一个跟你一模一样的人，好不好笑？那就是我，赶紧开门。再见。爷，我爸来了，我没有办法直播了，怎么办？你爸来了，让他进来呗，你播你的，怕什么？你忘了，我辞了工作做的直播，他根本不知道。那怎么办呀？让我想想啊，这样你藏起来，给我2分钟，我立刻解决他，好不好？来，去，好。亲爱的爸爸，欢迎光临。光什么临？光临，门都不让我进，我逛着我不进去。再见。哎，开开。亲爱的爸爸，你怎么又来了呀？什么我又来了？你这是
什么孩子，你一来就把我往外撵的，想让玩我是不是？你说你这老头啊，你说来什么事儿嘛？婚姻大事儿啊，咱家隔壁那个老潘头，我不给你介绍老潘头他家的小高吗？嗯啊，看上没有啊？那请问他到底是姓潘还是姓高呢？那肯定是姓潘呢，他叫潘高枝吗？那家伙，浓眉小眼儿，樱桃大口的啊，这长得多俊呢！爸，我跟你说了多少回了，我还年轻，我不想找男朋友。哎呀，谁呀？没事，我来开门啊。哎，你好，哎，叶先生的快递。叶先生，没走错了，没有叶先生。啊，没有没有，是我的。叶先生。怎么的呢？我一个女孩独自住在外边，想起一个男孩名收快递，这样安全。漂亮，聪明，随我。来来 来，货到付款，4800。漂亮，4800。漂亮，退了吧。漂亮，退了吧。啊，不能退啊！这是我给我爸买的手表，怎么能退呢？4800啊，走吧。行，谢谢啊，哎，辛苦了。哎，再见。哎，漂亮。怎么我又出来了呢？这发生了什么情况？这是啊，这小子干嘛的？什么情况？他在我付的首付，我买的房子，我姑娘家把我给推出来了。他要干什么？他是谁？叔叔，你不认识他是谁啊？我不认识啊。那你能不能先把钱给我？啊，对对对，给你。啊、谢谢叔叔。嗯，哎，叔，你是那丫头他爸？对呀。哎，嗯，你丫头啥也没告你？没有啊。哎，你也不认识那小伙？我不认识啊。哎，那个合着你半天，你啥你也不知道？我不知道啊！别笑了，你那么爱笑呢，嘎嘎的，你管这玩意儿啊？你，我告诉你，你知道啊？我知道啊。你知道，你告诉我呗。那我能跟你说吗？啊，我嘴可严了，我能告诉你他俩一直在一块住呢？他俩一直在一块住呢？谁说的？你干嘛去了？没什么利用价值。那老头怎么还急眼了呢？我嘴可严了，我能告诉你他俩一直在一块住呢？哎呀，你快走吧你啊！这孩子，我天哪！哦，爸爸行李忘带了是不是？拿着吧。什么行李忘带了啊？我说一进来你就一劲儿把我往外撵呢啊？原来是金屋藏娇了啊，是吧？过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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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娇。我姓叶。啊，你姓叶呀？那行，我记住了，小娇。哎呀，你爸叫我过去干什么？我爸是把你当成我的男朋友了，这样你帮我圆过去，然后立刻让他走人。我为人这么正直，怎么能撒谎呢？分成不想要了吧？爸爸，这么快呢？哎、不快不快不快，叫爸爸挺好的，先适应一下啊。对对，你俩是怎么认识的呢？我俩怎么认识的？说呀。啊，我俩是看房子的时候认识的。哦，对对对对对，他卖房我买房，然后就好上了。他家好有钱，有好几套房呢。是吗？妈呀，那家你家有几套房啊？我咋说呀，五套呢。啊，哎呀，可以可以可以，你俩太配了，你知道吗？小伙子，哎呀，我跟你说啊，我给我闺女啊算过命，我闺女是水命，柔情似水的水，那家水了吧差老水了，你知道吗？你啥命啊？这火急火燎的都火命啊。嗯，那你俩可太配了，俗话说得好，水火不容嘛。啊，不是，水深火热。水火无情人有情，你俩在一块儿肯定行。小伙子你说行不行？你说行。行行就对了，你看他同意了。小伙子，嗯，我闺女今年才32，你多大了？我25。妈呀，比我闺女大7岁呢。弄反了，她比我大7岁。对对对对，弄反了。嗯，哎，那有啥的呢？俗话说得好，女大三抱金砖，女大五挺降服，女大七笑嘻嘻。你俩多可惜。哎呀，多么火热的聊天呀。是是是是是，爸爸一定饿了吧。小燕儿小燕儿，给我爸点钱儿，让他去吃饭儿饭儿。凭什么我给钱呀？你是我的男朋友，你不给谁给呀？说啥呢啊，大过年的，岳父见姑爷是不是得岳父给红包啊？是不是？我跟你说姑爷啊，红包确实带了，零钱确实没太够，但有点钢镚儿，
凑合着使，图个吉利啊。虽然钱不多，但是礼重情义重，请收下。谢谢叔叔。哎，叫啥呢？爸爸。哎，看这多不好意思啊。啥不好意思的？你不也给爸爸准备礼物了吗？这是我给我爸买的表。说什么呢？你爸不就站在这儿吗？哎呀，谢谢小伙子，提议我领了。哎呀，爸，这样、哎、房子你也看过了，男朋友你也相中了，这个表呀、啊、你也拿着了、啊，你先回家做一桌子丰富的年夜饭，我们马上就来。我着什么急？我在这等你们不就完了吗？这说大点声。表都拿上了还不走？我跟小叶想单独回家，怎么了？行，懂你。我先撤，好不好？拜拜。不能走！妈呀，吓我一跳！人可以走，表不能走，那是我给我爸买的表。你就让我爸走吧，马上就要直播了呀。你就跟他说实话，怕什么嘛、啊？你知道实话有多复杂吗？三言两语，人家说不清的呀。什么事情都讲究个方法。我来。叔叔，叫啥呢？爸爸。哎，我有一个朋友啊，他辞掉了稳定的工作，用他爸给他买房子的钱，进了一大批货，准备做直播带货，这件事儿您怎么看？这件事儿我尽量不看。如果非得让您看呢？不用看表。我非得看他干什么玩意儿啊？哎呀，你要非得让我看呢，我捋一捋啊。辞掉了稳定的工作，哎，这个稳定的工作不会是幼师吧？说得好，挪用了他爸给他买房的首付款，这首付款不会是30万吧？说得好，要是我没猜错的话，你说的这个朋友应该是静静的同事。哎呀，爸、啊，这个人就是我。我把工作辞了，现在我做直播带货。实话告诉你吧，他不是我的男朋友，这也不是我买的房，你给我的那30万，都在这儿。哎呀，你呀、啊，孩子啊，你是个姑娘，姑娘最重要的是什么？是稳定，你知道吗？啊，有房子才能稳定。你把房子你都不买，你上哪稳定去啊？然后你没有房子不要紧，你有个稳定的工作也能稳定。你把稳定的工作也给辞了，你还上哪稳定去你啊？爸，你自己稳定稳定好不好？我怎么稳定？我这么年轻呢，我要去拼搏，我要去奋斗，我不要过那种一眼就可以望到头的日子。叔叔。直播带货呢，是新时代的全新职业，通过网络把更好的东西推荐给更多的人。静静也是第一次尝试，希望你可以理解他，支持他。哎呀，不行不行，到点了，我得直播了。爸，我跟你说啊，今天我要是直播不了，你这30万就全部泡汤了，你说怎么办吧？叔叔，啥意思啊？直播不了这泡汤了？对啊，你泡汤个你播呀，赶紧咋播？多少号？我给你播，快点，电话呢？真点。这儿呢，老头，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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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怎么播？快点快！哎，好。亲爱的宝宝们，大家过年好！上一边去，你那什么过年好？喜庆点不行吗？在新的一年，祝大家数你最强，数你最棒，数你有钱，数你最旺。我们的第一个产品就是我们的卤蛋，好吃好吃，真的很好吃。你什么？你好吃？你光吃着这蛋，你得扯它，你他妈扯开以后你得吃它，你知道吗？好吃，哎，特别好吃，哎，好吃！我跟你说，哎，我跟你说，我绝对不是托儿啊，我就是他爸而已啊！哎，都在下单呢，都在下单呢。那这样，我们给粉丝发福利吧。哎，爸，你说发什么福利好？身为广场舞的舞蹈男神，我决定给大家建一段舞蹈。来来来来来，三二一，走！追逐万高草原最美的花，红的萨尔达。流浪的人儿啊，心上有了他，千里万里也会回头望。2020年是脱贫攻坚决战决胜之年，在这里要向大家报告一个好消息，就在刚刚过去的2019年，我们浙江援藏助力对口支援的西藏那曲市三县区
已经实现了全部脱贫。浙江省陆续派出了9批共计603名援藏干部人才，奔赴西藏纳曲地区开展对口支援工作。今天我们也请到了其中的一位，他就是第9批援藏干部人才，杭州市第3人民医院的吴寒鹏医生和他的家人们，欢迎他们。你们好。你们好，新年好。新年好。我们请吴医生来介绍一下您的家人们。在我的右手边是我的先生申图莹，然后他怀里的是我的大儿子，然后我怀里的是我的小女儿，然后我的左手边的是外婆。祝你们新年快乐。大家新年快乐。您可以给我们再更详细的介绍一下纳曲这个地方吗？可以的。我们杭州市对口援建的是纳曲市的瑟尼区，那瑟尼的平均海拔呢是已经超过了4500米，最冷的时候呢可以到达-40°C。哎呀，想妈妈了是吗？在那边的时候会特别想念他们吗？会跟他们经常联系吗？其实反而联系的比较少。反而少啊？对，因为孩子还太小了。如果说经常联系的话，我比较害怕他们会比较依赖妈妈，这样子的话其实家里人反而不容易带小孩。那您思念的时候怎么来缓解这个思念之情呢？看手机，因为手机里面都是孩子的照片和视频，所有的回忆都在我的手机里。这张就是哥哥出生时候的照片，这张是妹妹刚出生时候的照片。对，这个是我已经去援藏了，哥哥是第一年上幼儿园，参加幼儿园的第一幅比赛，然后我比较遗憾就是他第一天上幼儿园我没有办法送他去上学。他自己也回来跟外婆说，他说为什么别的小朋友都有爸爸妈妈陪着，为什么我没有。那他和妈妈分别的时候会哭吗？会。我离开家的时候是偷偷离开，每次都不能让他知道。对，不能让他们两个知道。但是我回到家的时候就像妹妹现在这样子，她一秒钟都不能离开我，所以我才深深地感觉到其实孩子的心里妈妈真的是很特殊的存在。那因为我的特殊的工作性质就是不能陪伴他们，很遗憾，真的很遗憾。所以在这里有什么话想要对家人们说？首先最应该的还是感谢他们的支持，只有他们坚定的支持，我才能义无反顾地去参加援藏工作。那第二点呢，就是我希望他们能够保重身体，只有他们平安无事，我才能够毫无负担地在纳曲能够开展我自己的工作。那我们第9批的援藏干部，那也一定会将我们一代一代浙江人艰苦不怕吃苦，缺氧不缺精神的这种传统发扬光大。谢谢，谢谢您的分享啊，向你们每一个人致敬，也祝愿你们的家人在新的一年里面都健健康康，快快乐乐，永远幸福。谢谢，谢谢，新年快乐，新年快乐。今天是大年初一，这是中国人传统里合家团圆的日子。但是就在我们为亿万观众烹饪这道春晚大餐的时候，由新型冠状病毒引发的肺炎疫情来势汹汹，打破了这原本喜庆祥和的过年氛围。我们的关注从此一直跟随着武汉，跟随着疫情，半秒都不敢离开。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这是一场生与死的较量。面对突如其来的重大疫情，我们毫不畏惧，奋勇抗击。浙江省委省政府第一时间启动重大公共突发卫生事件一级响应，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早诊断、早治疗，落实10项最严格的举措，坚决遏制疫情蔓延势头，努力同心，让民众安心。有一批战士叫白衣战士，有一颗信心叫万众一心。自从疫情发生以来，全国各地的白衣天使们纷纷放弃团聚，请战支援武汉，激情满怀。就在今天下午，浙江省首批来自各大医院的135名医护精英队伍已经集结出发增援武汉，与武汉人民共度时艰。此时此刻，我知道他们应该已经到达武汉开展了工作，向你们表示最崇高的敬意。
135位勇士们，请你们记住，近6000万浙江儿女将是你们的坚强后盾，全中国父老乡亲们都将会为你们祝福呐喊，也请你们一定要注意安全，我们将等待着你们早日凯旋而归的好消息。这135位勇士仅仅是全国成千上万奔赴一线医护人员中的一部分，这个春节医护人员是最勇敢的逆行者，他们用奉献和奋斗守护百姓的健康平安，若有战招必回战必胜，这将是全国800万医护人员的共同心声。在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全院6000多名员工放弃春节假期，近300名党员写下请战书，要求前往医院疫情防控最前线，他们以大无畏的科学精神将日以继夜地战斗在抗击疫情的最前线，去夺取最后的胜利。这是一场和时间的赛跑，是一场全民动员的大会战。连日来，我省各地各部门紧急行动起来，各级财政筹集防控经费近10亿元，支持疫情防控相关工作。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坚强领导下，在省委省政府的科学指挥下，我们有信心、有能力战胜病毒，打赢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因为我们的背后有一个无比团结而强大的祖国，更有14亿众志成城的华夏同胞。武汉加油，浙江加油，中国加油。这一声声发自内心的呐喊，终将汇聚成心手相连、众志成城的磅礴力量，去迎接无比美好的春天。加油！
长今天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的表演。今年比较特别，年初一是在咱们现场跟大家一起过的。其实啊，咱们新的年轻人来说，除了传统的习俗，一起聚在一块玩游戏，可以说是年轻人新年的时候的一个新习俗了。在这儿啊，我要给长进来介绍一款特别适合过年玩的游戏，也推荐给大家，怎么样？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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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这个名字呢叫做无限进化，你可以带上你的朋友一块玩。那我现在就试试看喽。嗯。匹配成功。最近出了一个双人玩法，一个棋盘，两人合作，八组对抗，无限快乐。特别要告诉大家，我们这个游戏还有新年活动，今天19点到明天凌晨1点期间，去各大应用商店下载游戏，就能领取2020年专属的2020颗限量银币，双人同屏，乐趣翻倍再翻倍。在这里祝大家新的一年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新年快乐。有请 Angelababy 带来全新单曲《飞》。谁还记得童年的勇气，埋藏在日记本里不可告人的秘密，曾许愿过摘下星星，是谁说不可以，就是冲动，我走的路不同，不需要谁劝我走，爬上最高星空，就算跌倒多重我不痛，我在过程中已经快启动。想将就，还有梦想就战斗，别假装已经看透，我一定不被左右啊！踏破宇宙，征服所有的怪兽，只有自己能把自己拯救，只有自己能在终点嘶吼。我追求的出口就在我心中。Take take take。掌声再次送给 Baby。 哇哦，太棒了，实在是太美了，好听吗？谢谢谢谢。除了表演之外还有什么消息要告诉大家吗？重要的事情呢要说三遍，今天晚上的21点今晚21点看浙江春晚，打开最新版的抖音 APP 就有红包雨等着你，最高可以获得10000元锦鲤现金红包啊！如果别着急，时间还来得及啊！咱们现场先来预热一波红包雨，抖音有你，红包雨来啦！我把 baby 留在舞台上还有一个事儿呢，新一轮的王牌对王牌现在正在紧锣密鼓的录制当中，他们是托我给跑男家族带个话，人家说了新年新气象，王牌一定比跑男强，那我们也不能输啊，对不对？是是是。那你们有什么考验和挑战交给他们吗？再踢一次馆吧。再踢一次馆，
各位啊，告诉大家，现在跑男已经准备了新的挑战，要交给我们的王牌家族，我们就麻烦一一跑一趟，把我们跑男给王牌的新年挑战送去他们录制的现场。春节联欢晚会分身到这里来的，我今天是代表咱们跑男家族给咱们的王牌家族要出难题，考一考你们敢不敢接招？不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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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去吧，回去吧，我们这个怂谁都知道。腾哥，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我手中的这个题目是什么？来，腾哥，开门红，开门红呀，个红四方。好运到紧握在你的手上，这怎么唱啊？我好像都不太会唱。开门红，那个红四方，好运到紧握在你的手上。点不难，但是能猜到这个歌名挺难的。对他们有信心吗？没有。那来吧。好，歌名，歌名，三个字。开门，开门红。没了，你再多演一点吧，你给他们跑男一点面子。啊，猜歌名啊，三个字。你说，你说，三个字。衣服。斗牛士。打开你的心。我不会这个。Younger，Younger，扭Younger，对不对？不对，对不对？不对。开，开，开。开什么？开门，门，开门。红。但是必须把歌词的动作也要传递下去哦。看我傻笑什么？是什么？这是什么？滑水？什么？啊！滑水是推开门，开门，红，三个字。哦，推。开门红。哎呀，好，仔细想一想，给你五秒钟的时间思考一下。开门红吗？你确定吗？不一定哦。哎呀，这个绕的呀，我都不知道怎么撒谎了。会是什么呢？是不是总是分东西南北中？哎呀，开门红吧。行吗？恭喜回答正确，所以这一次的挑战其实就是希望把更多的快乐和好运开门红送给大家。大过年的，我们的这季王牌对王牌会在1月30号，也就是大年初六的晚上和全国的观众朋友们见面，大家一定要锁定收看。只祝大家开门红，开门红。哇，挑战成功了，你出的题看来没难倒他们，这可怎么办啊？我说没关系啊，新的一年也来了，新的一轮跑男的录制呢也快开始了，那我在这里就邀请王牌对王牌的朋友们到跑男来踢馆，好不好？更多的精彩请大家持续锁定我们全新一年的浙江卫视，再次谢谢贝贝，谢谢大家，谢谢，谢谢。问我吧，就让他想回家，像中华的猪脚去摇摆。
们有了爱会发出光彩，左右抱臂双手向中摆，换一个交叉烟火都放出来，迷你可以撒库拉啊哎哦，Come and dance with me，迷你可以撒库拉啊哎哦。需要摆，如我们有了爱会发出光彩，左右倒地双手向中摆，画一个交叉别出设计色彩，迷你可以撒库拉哎哟， Come and dance with me， 迷你可以撒库拉哎哟，现在看到现场呀，有非常多热气腾腾的年糕，活灵活现的。郑婷，你之前有没有自己做过年糕啊？我没有做过年糕。哇，真的，我感觉真的太厉害了，完全就没有想到年糕还可以做成这个样子。年糕呢，有一个很好的寓意，在新的一年里呢，大家吃了年糕以后呢，对工作生活都步一步步步的提高了，就这个意思。我得拍一下，拿手机记录下来。对，等一下。哇哦！现在呢，只要打开手机最新版本的抖音 APP， 点击左上角的灯笼图标，就可以参与分20亿的红包。运气好的话，还可以抢到万元锦鲤现金红包。准备好了吗？那还等什么？我也要上抖音开始抢红包了。抖音有礼，红包雨来啦！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我叫烧饼。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曹鹤阳。新的一年到来了，咱们不是得总结一下去年吗？去年，哎，别提了。怎么了？我都没脸回家过年。发生什么事儿了？一跟父母聊天，你什么时候搞对象？你什么时候结婚？这不是当代年轻人回家过年的一种苦恼吗？对不对，各位？谁回家没有这样的话题？等会儿，行，哎，没有这样的说。喂，冷静一点。你敢回家吗？什么乱七八糟的呀、啊？那是当代年轻人的苦恼。你还年轻人？说你为什么怕回家跟父母聊天？为什么呀？我怕父母跟我聊工作。你的工作父母也管吗？当然得过问了。那有什么可聊的呢？关键得问问你啊。啊，这一年了，你有什么工作？值得炫耀的呀！啊，有什么成绩没有啊？对呀，啊，那个，比如说浙江卫视的节目，你上了吗？啊，上了吗？没有。好难、啊，你去了吗？没有。啊，王牌对王牌，你去了吗？啊，这个呢？没有。啊，这也没去过。漫游记你去了吗？啊，没有。咱家倒有人去啊。浙江春晚你去了吗？哎，这个去了。掌声有吗？哎，没有。你得了得，工作上的事儿咱不提了，那也不耽误你回家过年呀、啊。怎么不耽误回家过年呀、啊？又怎么了？回家过年你空手回啊？怎么着过年你不给父母买点什么礼物什么的？别跟我说买礼物的事儿，不一提买礼物我就来气。又怎么了呢？哎呦，一到过年看出这帮人过年挣点钱了啊，不够他们显摆的了。怎么呢？哎，我得给我爸买点这个啊，我得给我妈买点那个，嚯，我得上银行取点现金，给他们老两口啊包个大红包啊，呸！你跟谁显摆呢？怎么了这？发什么红包啊？啊，还弄点现金，你也不怕丢了？哦，有那能耐，你学我呀？怎么着呀？上抖音抢去呀？嗨，哎呀嗨，我们全家一家三口来往这，哎，对吧？做表情呗，当然能抢了一块五，对不对？这都什么理论？你这人家说的其实一点毛病都没有。你作为儿女，你尽尽孝心是没有问题的。有能耐你也买点拿回去。我不用买，
你怎么？哦，提前买好了。我有现成的呀。什么呀？嘿，多了。你说说。比如说啊，像什么洁面仪、刮毛器、平衡车、酸奶机、养生壶、化妆品、增高鞋垫、除臭剂、电动牙刷、翻译器，这些个东西拿回去。你买的全是没用的。哎，甭管用得上用不上，这都是魔鬼给推荐的。哦，还得是魔鬼推荐。谁没上过魔鬼的当？Oh my god！ 买它。行行。我感觉我这个手啊就过去了，你这点心思怎么都用在这儿了呢？啊，好，咱也不说给父母买东西了，只要你人回去就行，过一个团团圆圆的年，这就很好。回不去？怎么还回不去呢？能回去不就回去了吗？何必在这录像啊？我什么意思？没买着票。嗨，现在交通这么发达，高铁咱就不提了。你像你可以开车回家呀。再有一个，你看谁开车捎你回去一段也行啊。别提这事儿啊。一提这事儿我就来气，你怎么又来气？哎呦，看着他们是挣钱了啊，换车的换车，买车的买车，你买都买呗。哦哦，你气我，你跟我显摆什么呀？怎么显摆啊？特意的啊，下了班哦，非得把车停我跟前啊，身边，把那窗户摇下来啊，哥，看我这新车怎么样？你去哪儿，我捎你一段，你死不死啊？我愿意坐你这车呀，这不那破车能坐得住吗？你人家这是跟你客气客气。嘿，客气什么呀？啊，当然我也不是对面怼人的人。那你怎么着？嘿，算了吧，啊啊，别耽误你拉顺风车了。这人说话得多损，你瞧瞧这。怎么了？怎么了？哎呦，我算看明白了，明年高低我也买辆车。你还买车？当然了，哦，我那车要是掏出来，必须吓他们一下子，是吗？我那车停单位门口，必须是最拉风的车。哦，最拉风的车。哦，哎，我倒是有一个好车可以推荐给你。哎，什么车？拖拉机。我开拖拉机呀，你不是为了拉风吗？你想想，人家出去显摆这车好，掏出车钥匙来，你那车钥匙比他们还大，你那车钥匙得这么大，这么大。人家都是一键启动，你上上摇把，嘎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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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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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车不拉风吗？这车要扔桌上，玻璃都能震碎了。这么好的车 ，Oh my god！ 买它，买它，买它，买呀！这叫什么玩意儿？这叫我开一拖拉机出门。嗯啊，再说了，我喝多了都叫不了代驾。也是。代驾来了，要的都不知道查哪儿，插进去了都不知道怎么的给摇启动了。我跟你说，你这人也坏，你们都欺负我。谁欺负你？这就是嫉妒。我告诉你，这就是现实，没让你碰上，碰上了，你看扎不扎你就完了。好，好，哎呀，他真有的说。反正我觉得啊，我真得说你两句。你现在啊，不要老看着别人，你得想想你自己。我建议你明年定一个人生目标，先把这些毛病改了。明年不管是事业还是生活，你肯定能取得成绩。行，你别看你说完了之后吧。我也知道明年该怎么干了。你好好想想。行了，嗯，明年就把自己这些个习惯都不好的都改了，哎，对不对？嗯，我相信我也能取得一点成绩。对对对对，跟您聊完啊，心里边也痛快多了。找个朋友交流一下是正确的。回家过年呀，我也知道怎么说了啊。回家过年放轻松，父母聊天多变通，消费理智才能行，事业爱情双丰收。好，2020年啊，祝您鼠年大吉大吉。欢迎来到2020浙江卫视春节联欢晚会。本晚会由抖音 APP 冠名播出，上抖音分20亿。本晚会由有机领导品牌经典特别赞助，天赐经典，开启有机新生活。鼠年贺新春，精彩继续。水是生命之源，有水的地方就会有生命。在新的一年，祝福大家鱼跃龙门，鼠你成功。给你们看看好玩的，这个是我的百宝箱，合起来挥挥手，它就会变出满满的麦穗。麦穗象征着幸福，而蒸笼象征着蒸蒸日上的生活。过年了，给你蒸点好吃的，撒上一点金黄的麦穗。我们蒸点什么呢？过年了，你们最想吃什么？饺子，话不多说，饺子。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祝福在这里，一枚铜钱。我们都知道，积少可以成多，
当然也要用心才能获得。各位，我们更要注意的是，眼前我们所拥有的一切，千万不要忘了，生命才是最珍贵的礼物。新年属你幸福。时光荏苒，岁月的烛火点亮了我们的生命之光。花开一瞬，梦想永恒。如梦如幻的泡泡，它又会化作一只美丽的白鸽。新的一年，祝各位好事成双，祝你最红。张楠子老师，请您来到我的舞台上好吗？张楠子老师，我其实很想问你一个问题，你觉得变魔术最高的境界是什么？其实对于我来说，最高境界是预知未来。很多人会觉得预知未来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而今天我想告诉你们的是，预知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创造未来。我这里有三个球，我丢下去接到它的就请你示意我一下，好不好？我们公平的挑选观众，好不好？呀、yeah! ！好，有位穿黄衣服的女士，贵姓啊？我姓王。王小姐，这里有本预言宝典，我想问一下你，在新的一年你有什么特别的愿望吗？发大财。发大财啊，稍微具体一点，你比如说想挣钱，挣多少钱？一个亿。啊，一个亿啊，挣一亿 ，OK， 那很简单啊，回去上抖音对吧，就可以抢红包了。好，第二个观众，这位女士，好，来，贵姓啊？我姓于。于小姐，我想问一下你，过年回到家里最喜欢吃家里做的哪一道菜啊？酸菜鱼。酸菜鱼是吧？酸菜鱼大概长这个样子啊，酸菜鱼，然后下面还有一些酸菜啊，非常好。好，最后一个球，最后一球。好好，那位头上戴着一个抖音符号的女士，来，掌声送给她，快步的跑上来。来，大家给她掌声鼓励一下。贵姓啊？姓陈。好，陈小姐，今天上来特别幸运，接下来在最后我会有一个惊喜送给你。好，抖音上有亿万的用户，我需要你在里面帮我想一位抖音创作者。想象出他的长相，想象出他的衣着，想象出他的细节，可以做到吧？可以。很好，但是你不要告诉任何人你想的是什么，可以吗？可以。昨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在梦里发生了很多奇奇怪怪的事情，我把它写了下来，我把它封存在了一个袋子里，系上了一根丝带，锁在了一个箱子里。接下来我需要大家把你们的目光都集中在这个箱子上。这是一个用真空包装封死的一个袋子，对吧？我们把它撕开，里面有一卷像白布一样的东西，但是这不是白布，这是一件 T 恤，抖音限量版的 T 恤。为什么说它是限量版呢？因为它上面写着一些信息。我还记得曾经有一位女士说过，她的新年想要发大财，挣一个亿。哇！我还记得有人说想吃酸菜鱼。没完，你没有告诉过任何人你脑子里想的东西吧？没有没有。请你大声地说出来，你脑子里现在想的这个人是谁？张新瑶。张新瑶。这件特别的 T 恤送给你做纪念。谢谢。如果你们觉得今天就演到这里就结束的话，对于我来说就太没有诚意了。我有一个特别的礼物要送给你，
我刚才说过这里有一本宝典，对吧？可能很多人好奇这么大的一本宝典里面究竟是什么。什么都没有，里面外面上面下面全部都是镂空的。我刚才还提醒过你，一定要在脑子里不停地想象各种各样的细节。你还记得你脑子里这个人他穿的是什么颜色的衣服吗？记得。是什么颜色的衣服啊？黄颜色。张欣瑶穿着黄颜色的衣服，对吧？对。各位，预言宝典，请欢迎穿着黄色衣服的张欣瑶。你想的是他吗？是他。要不要拥抱一下？太巧合了，掌声送给他们。谢谢。此刻现场呢，在我身边的是我们的衢州老乡哈，他们呢也带着自己的创意年货来到现场给大家来拜年了。哎，我身边的这位小哥哥，来自我介绍一下吧。Hello， 大家好，我叫徐小华，大家喜欢叫我叫多肉小王子。我身边这位呢是我的爱人。那作为一个返乡创业的大学生，我们通过抖音的直播、抖音短视频的创作，把我们的多肉植物啊卖到了全国各地。感谢。看我身边的小哥哥小姐姐非常的喜庆，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吧。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衢州的柚子姐姐方瑜，这位是我的先生汪康一。大家好。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了来自我们衢州柯城数字农场的柚子。我们衢州盛产柑橘和柚子，但是因为柚子的价格不稳定，然后残次果又不能鲜销，所以我们想了一条新的致富之路。嗯，我们把柚子加工成蜂蜜柚子茶。哦，就是这个对吧？对，看一下，还热乎着呢。然后让大家一年四季都能品尝到我们家乡的味道。来，快给我们尝一下吧。好，来给大家分享一下哈。但是在咱们喝这个柚子茶之前，我看到这儿有一杯非常特别的饮料哈，这一杯啊不得了，是添加了高营养、高蛋白的经典有机奶的柚子奶茶。哎，清香的果茶再配上我们的经典有机奶，真的已经唤醒了我的味蕾。近些年来呢，我们浙江省积极落实乡村振兴战略，也希望呢我们未来一定会有更多的像柚子姐姐还有小华哥哥一样这样的优秀人才更多的涌现出来，让我们浙江乡村的美丽环境变身为美丽经济。来吧，让我们共同举杯为鼠年干杯，祝大家新年快乐。下课。
谢谢大家。今天是一个喜庆的日子，团圆的日子，托咱们春节的福，咱们中国蓝大家庭的成员们也能够一起团聚了。在我们今天的晚会现场，我们的跑男家族还有我们的王牌家族都给大家送去了祝福。在这儿我们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是新的一年咱们浙江卫视又多了一个新的节目成员。不过这个新节目成员他非常的神秘，名字叫做天赐的声音，但是他到底长什么样我也不知道。今天我们就要在这里拜托我们的陈欢到现场来去探个班，也为我们探个秘。来连线一下欢哥。哇，这里应该就是天赐的声音的录制主会场，那边那位好像是海泉哥。海泉哥，哎，过年好，过年好，新年好，新年好，新年好。哎，你不是应该在春晚现场吗？对啊，我今天是带着咱们春晚观众的这个期待来探班天赐的声音的，然后看到你在我好开心啊。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这节目天赐的声音啊？那当然就是跟名字一样，跟声音有关系。我是这个节目的声音的推荐人，我会把很多很有才华的音乐人推给我们在节目现场的四位音乐合伙人，然后跟他们合作创造出2020年的经典金曲。音乐合伙人是哪几位老师？哎，来，我不卖关子，马上给大家介绍，他们正好在现场。在吗？对对，就在那边。哦，来来来，给点光啊。哇哇，我们在沈欢都在这儿。你好，新年好，苏有朋。Hello， 王力宏，胡彦斌，新年好，新年好。张韶涵，来欢迎四位老师。哇，原来我们的音乐合伙人阵容这么强大。来，陈欢是代表春晚的伙伴们来给我们探班是吧？对对对，这应该是咱们浙江卫视第一次看到咱们天赐的声音的录制的现场哈。天赐声音啊，2月1号大年初8首播，大家首先要关心这个啊。既然叫天赐的声音，我有一些问题要问大家，不过呢不能用简单回答的方式，除了说的漂亮以外，而且还要唱的漂亮。准备一下啊，准备接招，有任务了，还要被考试。哎，考试。第一个问题我想问一下胡彦斌老师。好， OK，你给我们隆重的推荐一下咱们天赐的声音。天赐的声音这档节目最大的看点就是可以跟你最喜欢的歌手一起来合唱。你们要在一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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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一起。哦，棒棒棒，掌声鼓励。好了，那第二位了，我想问一下有朋哥，你能不能帮我们来总结一下你的2019年？我的2019年呢、啊、充满了意外和惊喜，不过很喜欢就是这个命运带给我的改变。哦，嗯，所以没有唱的啊？有唱有唱有唱。哎呀呀呀呀，在大过年怎么能不唱了是吧？祝大家好运来，祝你好运来，好运带来了喜和爱。哇，好，那接下来下个问题我想问一下韶涵，嗯，到了2020年，我们是不是要给大家加油鼓劲，给大家打打气？对，我觉得反正新的一年嘛，大家就要抬起头，我们要用积极的心态去面对未来的日子，所以这边要送大家一首歌。淋雨一直走，是一颗宝石就该闪烁，人都应该有梦，哦哦，有梦就别怕痛。太棒了。接下来自然到了我们的白马王子令宏哥了，太帅气了，刚下马了，刚下马了。新的一年很多人都会想要做一些新年新希望啊，是做一些改变呢、啊、那我就想，我可以改变世界， Come on， 改变自己。直接跳，好，谢谢。来，祝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鼠年快乐。当然这个祝福不光有说的，我们还有唱的，不过呢我们要把这段祝福加密，让我们现场的嘉宾和观众朋友一起来猜一下我们这个祝福到底是什么，好不好？行。看来这个天赐声音送给我们的祝福还挺神秘的啊，到底会是什么呢？我们来听听看。完了吗？结束了吗？哎，这陈仁哥你唱的歌吧，卡带的。我们能再听一遍吗？对，再给一次机会，再给一次机会啊！嗯。哦，这看起来是一个加了密的祝福啊！是谁敲了一下锣是吧？咚咚，敲起你的锣，打起你的鼓。您是创作型歌手，30多年第一次听说这首歌。有什么新年的歌吧？哎，对，这个思路好。
恭喜恭喜恭喜你呀，恭喜恭喜恭喜你。哎，也是。还有，对对不对？恭喜你发财，恭喜你发财。给大家公布正确答案吧，好吧？我们的天赐声音给大家送上的这一个祝福就是恭喜发财。恭喜你发财，恭喜你精彩，最好的请过来，不好的请走开，我理所人不过来。恭喜发财。其实我们要说啊，音乐是有魔力的，这有很多的音乐人多年以来坚持对音乐的执着和梦想，就像我们的经典有机奶一样，十三年对有机的坚持，因为热爱所以伟大。谢谢天赐的声音，也祝大家新的一年财源滚滚，各位恭喜发财。哎呀，干服务员真不容易，天天干活。鱼，哎，大葱，你咋来了？我呀，一会儿要跟一个女孩见面，我能不能约在你工作的这个酒吧？太能了，行啊，大葱啊。三个月前我在网上认识了一个女孩，然后我们俩聊得特别好，但是我这不是就对我自己颜值有点没自信吧？然后我用的是你当初瘦的时候的照片，比你还磕碜，你用我照片。然后吧，现在这马上就见面了，所以说你必须得在。是吧？你得帮我，就是过渡一下，好不好？帮你骗人呢？他不是骗人，就你俩先聊着，然后慢慢的让他喜欢上我。我就是个服务员，我帮不了。不是你帮我，我帮不了。你能帮？我帮不了。好像我愿意用你照片似的，那还不是因为人家女孩跟我说她喜欢彭于晏吗？酱子，你说吧，怎么帮你？葫芦怎么还没来呢？那叫他了。来了，来了。你这是买了盘饺子啊？啥也不懂，饺子就酒，越喝越有。那来酒吧不吃点饺子，那能行吗？红露都什么时候了，你心真大呀！我也发现了，你心咋那么大呢？仨人就买一盘饺子，啥事儿呢？韭菜鸡蛋，尝尝。我吃没吃饭中午？我告诉你啊，这里面的鸡蛋是从1800个鸡蛋里挑出来的，然后放在海拔1800米的山上晒了1800天。我不就欠你1800块钱吗？啊，至于拿话这么点我吗？哎呀，聪哥，你不说我都忘了。你这是钱带了，今天把事儿给我办漂亮，马上就还你。放心，聪哥，抓点紧，女孩马上要来了。说计划，说计划，来。一会儿啊，女孩来了之后，你就是大葱，我就是不遇，然后你们俩在聊天的过程当中，我假装和你偶遇，然后我们三个人坐在一起聊天儿。总之，你的核心目的就是想尽一切办法让这个女孩喜欢上我，喜欢上你。OK， 就是说，现在我叫大葱，你叫不遇，对，那我是啥呀？来，给你个身份啊！哎，对，你是服务生，好不好？我服务生，然后你但凡看我俩撑不下去的时候，对对对，你就赶紧上了圆场。来，你把风衣穿上，我给你拿。给我带衣服了。我就现在假扮服务员。对，我就帮你圆场。对，但凡看我俩马上就要露馅的时候，你就冲上来。放心吧，啊，好不好？放心吧。来了，来了。哎，那个，走，去我坐你背上。你好。你好。你是？啊。哎，你看那边，叫什么名我不知道呢。刘玉芬，什么玩意儿没听清。刘大葱，你好，刘玉芬。什么？刘，没事，坐吧。哎，你刚才为什么让我看那边？啊，因为本店新招了一个调酒大师，想展示给你看一看。是吗？对，这为啥呢？调酒吧，你就非常简单，你看啊，就是吧，就岁岁平安表演完毕。好，是吧？看来你还真的是这个酒吧的老板哈。啊，对，我是这个酒吧的老板，我应该跟你说过吧？何止啊，你天天说，我想忘了都费劲儿。你说你经营这个酒吧有多难？我今天看你家调酒师这两下子，我算是知道为什么这么难了。是啊，我太难了。哎呀，大葱，太难了。大葱，
叫你呢。对对对，那个我叫大葱。你不是说这一见面就告诉我答案吗？答案呢？什么答案？你忘了？啊，没忘，答案嘛，是不是？选 C。 啊，你可真会装糊涂，我说的是咱俩之间的答案。啊，咱俩之间的答案呢？咱俩这不就是那什么吗？我整不住了，其实我……哎，大葱，老同学，哎呀，不遇吧？哎呦，我的天啊，好久不见了，太巧了，太巧了，太巧了，哎呀，真是哈，哎。这位是不是你在电话里曾经跟我提过的“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的刘玉芬儿？啊，你叫刘玉芬儿啊？我以为是刘亦菲呢。就是她，对对对对。哎呦，就那就这么的吧。哎啊，那个咱们就拼一桌啊，然后你们俩正常聊你们的，我呢也不说话，你们俩就当我不存在。别介意啊，我这个老同学吧有点自来熟。这哪是熟啊，这都快糊了。聊什么呀？行行行，哎呀，我都已经到了，你们快点啊。哎，那个拜拜。五月。哎呀，叫你。大葱也在呢。哎呦，怎么了？跟我分手以后来这儿借酒消愁了。这哎，这位是。哦，你好，我是刘玉芬，是大村的朋友。明白明白。哎呀，对了，五月，我电脑落你家了，这两天去你家拿。还有那个，我记得还有一点东西没拿。那个这样还有那个，哎，这位小姐姐，今天咱们家搞活动，今天只要不在本店消费，就那个，咱们赠送这个韭菜鸡蛋饺子一盘啊，回家煎一下捞吃了。用啥煎呢？用油啊，真有意思。那谁？我前女友。对对对对对，捕鱼前女友。对，可有意思了。有一次啊，去捕鱼家看电影，拿自己电脑，看完说饿了，正好我也在，说饿了，说你包点饺子吧，我俩给他包饺子，包半天说煮吧，煮完放水放多了，结果一煮露馅儿了。咱俩是不是露馅了？你非往这提呀、啊！行了，别装了，你是大葱，你才是捕鱼，对吧？不是，你听我说。我最讨厌没有诚信的人，你还不跟我说实话吗？是这样，这个事儿从头到尾我跟你解释一下。我有责任啊，不是，主要其实还是我的错。主要是什么呢？是我的责任。你先听我说，不是，他是我的错，是我的错，这个、是我的错，我的错，其实是我的，是我的错，都怪我，我只是觉得。捕鱼这个名字太过文雅，太好听，我怕你会因为我的名字太高调而不跟我在一起，所以我就叫了大葱，这么一个低调又土的名字。如果说我在乎一个我在乎人的感受是错误的话，那么今天我错了。你傻呀？你觉得有人信吗？看看呗。我相信。重要的不是名字，是你这个人。而且我觉得吧，捕玉挺好听的，我要是没记错的话，玉应该是取自五音集韵珍宝的意思。哎呀，挺有文化呀、啊、你。哎，那我大葱的葱呢？一种蔬菜。不管怎么样，对不起啊，我撒谎了。没关系，只要你以后不骗我就行。手真嫩啊！你看这真好，其实没什么大事儿，只要说开了呀，他就完事儿了，是不是？你看这现在气氛这么好，来，服务员来，哎哎，点点酒来，来给这位女士看一下菜单。好好好，来，三位喝点什么？我就要个啤酒就行。哦哦，啤酒，啤酒是要凉的，常温的。凉的。哎呀，凉的没有了。那常温的。也没有了。这咱家好像就是没有酒是吧？看那是菜单，那先点菜吧，要不？哎呀妈，先点菜单，那不要了。菜单，看看，菜单，点点。那我就要个澳洲龙虾，澳洲鲍鱼，澳洲帝王蟹，澳洲的粥。是，其实是这样啊，老妹儿，就是澳洲那地方啊，哥去过，潮，为什么呢？它沿海，一潮吧，那个海鲜它就容易发霉。它就不好吃，不新鲜了啊！你不就是爱吃海鲜吗？你点的那些不行，哥给你点啊。来一个凉拌海带丝儿，来个紫菜蛋花汤，
来个虾皮炖冬瓜，再来个凉菜啊，萝卜干毛豆，哥是萝卜干毛豆，啊，差不多，行，啊，多音字啊，啊，好，那个。聊什么呀？来，二位，哎，那个几位啊，这个菜，先上两盘。好嘞，好嘞，好嘞，好嘞。然后咱们家是先买单，一共是1800。这么贵啊？那贵不贵的，你得看谁组的局啊，是吧？我来，我来。哎呦，家里边太有钱了，都没地儿花。1800。你是不是有病啊？啊？我不说了吗？把事儿办完了就还你钱，怎么一个劲儿催呢？催什么？关键聪哥，你前年过年就这么跟我说的。先给你800啊，把事儿给我干漂亮了，好不好？好好好。现在问题非常严重，人家俩聊得热火朝天的，你得想办法把这个女孩的注意力转移到我的身上，听明白了吗？听明白了。真没想到啊，你这么喜欢外语啊？对，我英语6级，日语2级，西班牙语3级，法语10级。我 QQ 旋风8级 ，QQ 劲舞30级，魔兽怀旧服都拿封建了。怎么样？大葱幽不幽默？不太幽默，还有点尴尬。但是我觉得啊，男人不幽默没关系，男人最重要的是什么？是才艺，是不是？你有才华呀，大葱就是。一身的才华，展示点，展示。啊，那就斗胆为大家献个小，来一个，给大家变一个小魔术啊！看好啊，千万不要眨眼，好不好？啊，不要眨眼哦！哎呀，哇！太棒了，太棒！怎么样？想看我为你变点什么？你能把自己变消失吗？哎，好嘞，哎，你俩先聊，我现在失败了啊，你俩先聊啊，吃点凉菜吧，这凉菜都凉了。喂，媳妇儿，哎呀，我真没有私房钱，你看你怎么就不信呢？行，我先不跟你说了啊，我来我酒吧办点事儿啊。好嘞。谁呀？哎，五月，正好去后面把我酒拿过来，我一会儿跟我朋友聊点事儿啊。哎，好嘞。你坐着，你们聊，我去拿啊，我去拿。不是，等会儿，你干什么呢？我拿酒啊。你谁呀？你拿酒啊？不，你管我谁呢？有人拿酒就得了呗。哎，不悦，这你朋友啊？他是那个。我跟你说啊，以后这种不三不四的朋友别往这儿带啊。不，你跟谁俩说话呢？哎，哎呀，啊，小瘦子，哎，抓我领子是不是？我抓你领子，知不知道我这领子多少年没人敢碰了？哎，我今天我就碰了。别吵了，削你！别吵了，那个瘦子，虽然你是不悦的朋友。但是卜玉好歹是这个酒吧的老板，你是不是应该给点面子？不是老妹儿，你喝假酒了吧？不是，谁是这个酒吧的老板？卜玉是这个酒吧的老板有问题吗？我看你确实是喝大了啊！他是我雇的服务员，我才是这个酒吧的老板。哥，你是谁呀？我叫大葱，我还大将呢，这都什么情况？是啊，不玉，怎么回事啊？那个，要不说实话吧，不好意思啊，那个我们撒谎了。其实之前跟你在网上聊了3个月的不是我，是他。他呢，因为不自信呢，就用了我瘦的时候的照片，所以今天就非得逼我过来跟你相亲。还有，我也不是什么这个酒吧的老板。我就是个服务员，对不起啊。不玉啊，你让我说你什么好啊？一个人可以没有车没有房，可以没有一个体面的工作，但是最不能缺少的就是诚信。对不起，我们两个也不是故意的。对不起，对不起玉芬，主要怪我。别叫我玉芬，叫我丽娟就行。啊？哪儿的？其实我也不是跟你聊天的那个人，我姐用我的照片跟你聊天，我今天是代替她来的。那你这不也撒谎了吗，老妹儿？是，我这不是及时认识到我的错误了吗？而且我也没有想到这次来还能有意外收获。我也没想到。那我们换个地方聊。走吧。好啊。说得多好，一个人最不应该缺少的就是诚信。哎，媳妇儿，
私房钱我放那个咱家马桶盖下面了啊，什么玩意儿？你早就发现了。哎，有请李玉刚带来歌曲《清明上河图》。琵琶的旋律，飘逸的外衣，切上娇迈的小曲，仿佛隔空变换到哪里，一切模糊又清晰。几秒钟的世界，感叹不平凡的意义。快点走吗？我这不是走了吗？磨磨蹭蹭的，什么时候能快点？大过年的，你带我上这儿干啥呀？你还有心过年呢？你说你啊，去面试去，人家领导问你，哎呀，你这学建筑的怎么跑传媒公司来面试啊？你咋说的？我说，那你个子这么矮，你怎么不卖炊饼呢？你这么说话，人家能用你吗？那我不跟他开玩笑吗？还跟我抬杠是不是？不是我抬杠，关键呢，他们说话有问题。我觉得啊，你这么做就不对。我不要你觉得，我要我觉得。哎呦我去！你这话就有问题。你要去哪儿？你要干什么？啊？你什么时候去？他为什么是哎呀我去？就不能是我？行了，我今天带你来见的是魏大师，他专门治你抬杠的毛病。你今天去也得去，你不去也得去，赶紧走。哎呦我去！各位朋友，大家过年好！我是健杠训练营魏教练，有多年的抬杠经验，由于嘴欠经常住院，所以我们训练营的口号是：加油加油，我最棒！谨言慎行，不抬杠。小郭。来，给我倒水。倒上啊！
你没有手啊？不会啊？这是什么态度呢？还我啥态度？开业两个月了，一分钱没开，你赶紧想办法给我开资吧。大师在吗？来人了啊、哦！注意配合，注意气场，啊、哦！马上开资。哎呀，您好，您是魏成功魏大师吗？对呀、啊，就是我。啊，我是。不用说话，说说你是啥症状？不是我，是他。哦，那他啥症状？大师啊，他的病情非常严重啊，已经影响到正常的工作和生活了。不用着急，找我魏成功就对了。是吧？哦，绝对迎刃而解，是他是吧？对对对。哎呀，小伙长得挺帅的嘛。嗯。早上好呗。早上好。咋的？我中午不好。我晚上也不好，就早上好。你这话说的有问题呀、啊。不好意思，我说错了，应该是你好。那你不好？还是他不好？还是他不好啊？就我好？你怎么这么会说话呢？美女啊，初步接触了一下，挺严重啊。那咋办呢，大师？但是你放心，我能治。那行。兄弟啊，过来一下。啥意思啊？你不让我过去一下吗？我再赠你一下。我们大师的意思是请您坐下。那叫坐下，不叫过来一下，说话有毛病。对对对。干什么工作的？可以说是一名运动员。什么项目呢？抬杠。哎呀，这个专业能活着来命挺大呀，但是遇上我还是有救的。我认为说话它也是一门学问，对不对？得走大脑，得经过思考，考虑一下你说完这句话会不会给别人带来伤害。做人也是一样，心态要好，要有高度。老话说得好嘛，站得高，望得远。那不对呀、啊，我还听说有一句老话叫“站得越高，摔得越惨”呢。老话说“人定胜天”，那老话说“天意难违”，“浪子回头金不换”，“好马不吃回头草”。你要记住，笨鸟先飞。你也要记住，枪打出头鸟。不听老人言，我开心好几年。有朋自远方来，我不欢迎。哎呦我去了，哎呦我去，你听你这话有问题。你要去哪儿？你什么时候去？你什么时候回来？最起码你俩属于一个毛病。帅哥啊，我跟你说，你这个嘴呀、啊、是真厉害，抬杠真牛啊。但是这么说话不好。我为什么干这个借杠训练营，就是因为我吃过亏呀、啊。所以我奉劝你不要这么说话，好不好？大师啊，你要这么说的话，我心里还真有点愧疚。其实我也知道抬杠不好，但是啊，我就好像那毛驴拉磨似的，他就走不出那个圈儿。我太懂你了，他就想说，就想说。对，我感觉你放下看淡，一切无所谓，咱不听不问就完了吗？无所谓，你跟我说无所谓。我知道你说不出来，这样咱们唱，好不好？听听这是什么歌？哎，听过没有？我会唱，而且我唱的特别像。歌名说出来。我记不住了。歌名无所谓了，快唱。毛驴拉磨哟，他走不出那个圈儿。清理蛤蟆就能看见巴掌大的一块片儿哟。停，干啥呢？干啥呢？这样吧，我问问你，你跟谁从来没抬过杠？我跟我爹我妈一般不抬杠。哎，找着突破点了，
你跟你爹你妈说话不抬杠是不是？对，你就把今天现场的观众比成你的爹妈。看，可能人太多了，你养不起，就这俩，那个就是你爹，那个就是你妈，想给他俩唱什么歌？我爹我妈挺年轻啊。你不管那个，你想唱啥歌？俗话说得好，天大地大，没有父母的恩情大；河深海深，没有父母的养育之情深。我要把一首歌曲送给我的父母，这首歌的名字叫做《沙漠骆驼》。你给我滚这边去！我发现你不是嘴不好了，你这精神也有问题呀！啊，献给父母，要不就唱父亲，要不就唱母亲，跟沙漠骆驼有关系吗？你家在沙漠上住啊？还是你爸是养骆驼的？比我爹我妈就爱听这歌不行吗？唱，来。毛驴拉哈磨哟，他走不出那个圈儿。经历蛤蟆就能看见巴掌大。别唱了。美女啊，我只有最后一个办法了，指定能治好他，我就是这么好的。啥办法啊，大师？我揍他就完了，他出院自己就康复了。我让你毛驴拉磨啊，我让你拉磨，你跟谁拉磨啊？再拉磨去。我让你治病，也不让你打人的呀。不是我生气，他就走不出那个圈啊。你再生气，你也不能动手啊！我告诉你，再动手，我报警了啊！行行行，不看了。哎，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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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别生气啊，其实啊今天都怨我，我知道抬杠不好，其实我来的时候啊我已经自己下定决心了，从此以后我再也不会抬杠了，今天呢是属于我的排毒阶段，大师请你原谅我，过了今天以后啊我再也不会跟任何人抬杠，我也不会伤害到任何人，现在你想怎么治都行，你就是打我骂我我都配合你。我不信。早上好。你也早上好。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你看看好多了吗？这不是兄弟啊，其实嘴是能控制住的，就看你想不想。这样我再送你一样东西，拿来，这是我精心研制的最好使的戒杠神器，如果管不住嘴的时候啪给它封住完事儿。还是那句话，少说话别抬杠，人见人爱好榜样，迈开腿管住嘴，生活才会更完美。有一首歌这么唱，只要人人都少抬一点杠，世界将变成美好的人间。给大家拜年了，祝大家新年快乐。2019年12月15日，杭州2022年第19届亚运会已经进入到1000天倒计时了。杭州亚运会的筹备工作也已经进入到最后的攻坚阶段，我们都在期盼着这一即将在杭州举办的全亚洲瞩目的体育盛事。是啊，作为一个杭州人，对于即将在杭州举行的2022年亚运会，我们打心眼里是觉得骄傲和自豪的。当然了，这里边少不了诸多默默耕耘的亚运建设者。您看，在我的身边就有这样一对来自于亚运建设的一线工作者们，这是一对90后的小夫妻，咱们先认识一下好吗？二位好。大家过年好，我是尹硕，是亚运射击射箭现代五项馆项目的一名施工员。你好，过年好。这是您太太对吗？你好。年好，我是刘春辉。我们是河南信阳的。河南信阳的，什么时候结的婚可以告诉我们吗？我们是2019年的9月婚结婚。那这一刻有什么话要跟太太说吗？我之前做了一个账单，就是时间账单。哦，对。2017年10月3号，我们是同学介绍，我们两个人第一次见面，
那天我们在一起2个小时。2017年12月23号到12月25号，是我们的第一次约会。2018年10月1号到10月13号，然后我们在一起待了13天，这个是我们谈恋爱以来，在一起的最长的时间。2019年的春节放假，我们在一起待了5天，我们在这个时间段订婚了。2019年的6月1号到现在，因为亚运，我们两个人终于团聚。从我们认识到你到我们项目部是有606天，而我陪你的时间算下来仅仅只有42天零2个小时。原计划婚后的旅行没有能兑现，恋爱时答应婚后陪你回家工作，结果反倒是你到我工作的地方来陪我。亲爱的，我欠你的实在太多了，余生我一定努力补偿。本人尹硕在此立下字据为证，请老婆大人收下。我们从谈恋爱到现在，感觉真的是聚少离多。他因为工作的原因，没办法两个人经常在一起。然后项目上的领导照顾我们，然后就让我在项目上工作。在这里也很感谢项目上的领导对我们的照顾，反正就是希望他一切都好。语言很质朴，但是我相信他们最为之付出的，除了有家庭的幸福，更有我们一起共同期待的亚运。像这样的故事在我们身边还有很多，咱们再给他们鼓鼓掌好吗？祝愿他们。离开建堂的第3年，时常想起那个夜，走在古旧城墙边，记得特别清晰夜风的气味，还有划过周围的脸，我怎么能不想念。漫漫皆是黑夜，扇扇门挡在我面前，唱起歌来的时候回声穿越。天堂的第3年，时常想起那个夜，走在古旧城墙边，记得特别清晰夜风的气味，还有划过周围的脸，我怎么能不想念。说再见，这么近那么远，走在世界
思念。你新年快乐，梁颖，新年快乐，新年快乐。来来来，听你唱歌太享受了。今天是大年初一，我们很多人会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开门放鞭炮，迎春接福。亮颖是怎么来跟亲朋好友分享新春祝福的？会给晚辈发红包啊，这样的。然后呢，再转过身去跟长辈要红包。姐姐姐姐姐姐，我要红包。哎，我问问亮颖啊，现在特别流行拍抖音视频来给亲朋好友拜年，你有没有试过？我还没有，但是我想试一下。想试一下，太好了，就在现在，愿望成真，这是准备好了。而且你知道，我们抖音新春送祝福里面有一个叫“红帽抱好运”的特效。是的，我们来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打开最新版抖音 APP， 哎，我们俩自己来操作一下。然后呢，你看这边有一个春节特效，你点那个道具。打开春节搜索春节特效，有几十种新奇的特效可以使用。我先给大家打个样。好，全国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亮颖，新春到来，亮颖祝大家身体健康，阖家欢乐，万事如意，心想事成，每一天都开心，鼠年行大运。哦耶，哇，这段六哦。发送发送。好，现在所有的观众朋友呢都可以收到亮颖给大家拍的抖音视频暖暖的这个拜年祝福了。有趣又好玩，上抖音玩春节特效，百变贺新年，给你的亲朋好友送上一份祝福和问候。所以所有的观众朋友都可以去尝试拍抖音视频给亲朋好友拜大年。拜年喽，也祝亮颖新春快乐，万事如意。新年快乐，新年快乐，新一年。欢迎来到2020浙江卫视春节联欢晚会，本晚会由抖音 APP 冠名播出，上抖音分20亿。本晚会由有机领导品牌经典特别赞助，天赐经典，开启有机新生活。接下来有请薛之谦。放下吉他。
妖媚必须藏着真话。我们的爱情到这儿刚刚好，剩不多也不少，还能忘掉，我应该可以把自己照顾好。掌声送给薛之谦，谦谦新年快乐！新年快乐！哎呦，欢欢呐！哎呀，不得了啊！今天是大年初一啊！真的，我们好久没见了，你的发际线又上去了啊！哎，像话吗？我赶紧把它撩了一下来，开玩笑。大家新年快乐，新年快乐，新年快乐！哎。好，芊芊，我想问一下，2020年你有什么新年打算？其实呢，今年想去做一点自己比较喜欢的事情。嗯，在影视方面啊，自己去尝试啊，做一些小导演啊或者之类的，我想做一些这种事情。哦，我发现你现在的兴趣越来越广了。对对对对对对，大家有看到？你看我们抖音赞助了，对不对？我经常会拍抖音的。哦，所以我们共同来期待薛之谦2020年的全新的转变。好的。给您拜年了，鼠年到，人欢笑，家家户户真热闹。哎，我用鼠字给大家拜个年，好不好？鼠你最健康，你钞票花不光；鼠你最美丽，你春风又得意；鼠咱中国牛，看完了春晚去旅游。你们去吧，我呀得吃个饭，我太饿了。哎呀，老板娘！哟，来了！你好啊！哎嗨！哎，老板呢？哎，后厨呢？你儿子呢？后厨。哦，哎呀，媳妇儿！哎，妈！哎，哎哎哎！来了哥，来了弟，来了弟，来了哥。你们仨这是什么辈分呢？我们是肩膀齐为弟兄。哎，还是清汤面对吧？啊，哎，不加肉啊？啊，清汤面。好嘞，哎，哥，今儿怎么样啊？面试顺利吗？哎，别提了，哎呦，我就说嘛，你来我们店当个服务员挺好的。我爸都说了，他一退休来个说走就走的旅行，到时店是我的，我罩着你呀。哎哎哎，过来。坐着哥，啊妈，跟你说多少回了啊，让你别跟他玩。你看他老面试老面试，有一次成功的吗？啊，老清汤面清汤面的。清汤面来喽。来兄弟。来，谢谢啊。哎，好嘞。哎，等会儿这里有肉。啊啊，没有没有，他是说我胖了，长肉了。我没钱，我付不起。哎呀，你就吃吧。谢谢啊。哎呀，媳妇儿你太任性了啊，吃饭哪不能去啊，大饭店非得来这破面馆吗？哎呀，人家肚肚饿了嘛。你饿什么饿呀？哎呀，我跟你说，就我这种身份，在这儿吃饭都丢面子。你看这什么环境？这是给人吃饭的地方吗？什么人会在这种地方吃饭？也，你把头转过来。
锅子，吃锅子。哎呀，丽玲，老同学，老同学，你好，哎、你好，你好。哎呦，在这碰着你了是吧？对对对对对，介绍一下啊，我大学同学郭子，隆重的介绍一下，我媳妇儿，舞蹈演员。哦，嗨，你好，你好，你好。哎，松开。老同学聊会儿天呗，赶紧坐。好嘞好嘞，你们请坐。哎呀，郭子，这晚上就吃碗面呢，太简单了。没事，老同学来了啊，给你上一个硬菜。服务员，给我清蒸个藏獒。清蒸藏獒那就算了，你再蒸不熟再咬咱们仨还得打针。跟我客气啥呀？跟我，哎呀，怎么样？你媳妇儿真挺漂亮啊。谁让人家岁数比咱小呢，就得宠着人家，就宠你，就宠你，就宠你。讨厌。嗯啊。别动媳妇儿。嗯。这脸上怎么有根头发呢？你快给人家吹吹。老公，你真好。哎，对了，郭子，你有媳妇儿吗？有。她漂亮吗？还行。那你有公司吗？也有。规模大不大？大。你有孩子吗？男孩女孩啊？别问了，能不能给我老同学留点面子呀？他有什么呀？他有能一个人坐着吃面吗？哎哎哎哎哎，就郭子这老同学可是挺讨厌的啊。这女的也挺烦人的。咱是不是应该帮帮她呀？必须得帮她。嗯，这是咱的老主顾了，对，咱得给她足够的面子。必须的。一会儿说到谁，谁就上啊。好，我一样一样问你，有媳妇儿吗？啊？哎，没媳妇儿呀。老公。老公。你怎么了？哎呀，你怎么了嘛？人家刚才就耍了点小脾气，你就生气了。哎呀，你还真生气了，你讨厌，你怎么回事？你讨厌。啊，对，这是我媳妇儿。老公，人家脸上有根头发，你帮我吹吹。你吹吹，阿奇，哇，好，正好没打发胶，定个型儿。哎，这二位是？这是我的老同学丽玲和她的爱人。啊，隆重介绍一下，我媳妇儿，舞蹈演员。老公，你看看人家这皮肤好的，哎呦呦呦呦。嗯，对，我知道，那个报纸上说，他们泼了不少酸尿。什么呀？这叫玻尿酸。我不懂。不懂别瞎说。郭子媳妇儿啊，嗯，没事跟我媳妇儿常联系啊。啊啊，我媳妇儿不说了吗？舞蹈演员。哎呦呦呦，教广场舞。哎呦呦，在我们那一片有名。哎呦呦呦呦呦呦。对，没事咱俩常联系联系，到时候啊我就让你站在第一排的 C 位，你绝对是那帮老头老太太们当中最年轻的，最年轻的。哎呦，广场舞啊，我平时不跳，我平时也就跳跳这个。来，音乐。我一芬芳是谁家的姑娘，我走在了那座小桥上，你父亲走忧伤。好，跳得真好。我也是第一次看。随便跳跳。老公，你们接着聊啊，我去帮你看看鲨鱼刺身好了没有。哎呀这真高档，鲨鱼刺身。哎，你说郭子见一会儿也不容易。咱们聊聊学校的事儿吧。对，老同学，聊聊咱们小时候的事儿。是，记得咱们当年这完咱也没啥聊的。行，我有事儿我得走了啊。啊，哦，他要接个电话。喂，女儿啊。哎呦，想妈妈了是吗？妈妈一会儿就回去了，乖乖的啊。哎呦，你们都有女儿了？对，有女儿。哎呀，我跟你说，我女儿
40岁，哎呦，长得可漂亮，你看看，可聪明了，就喜欢拉小提琴，长大了肯定是个音乐家。哎，郭子，你有孩子吗？没孩子，耶，爸爸。爸爸，兄弟，爸爸，兄弟，不是爸，你们俩这么称呼吗？爸爸，你要再这么叫我的话，他们就听不明白了。不是郭子，这是你儿子呀？对，这是我儿子。孩子，你今年多大了？18。我们是肩膀齐为兄弟。哎呀。爸啊，我跟你说个好消息吧。什么好消息？我考上英国皇家音乐指挥学院了。好，今儿这么高兴，我给叔叔婶儿表演个小节目啊。好啊，好啊。这个节目是我荣获了奖学金的一个作品，它是西方交响乐和东方打击乐的一次完美融合。奏乐。看看你老同学，你什么都比不过人家。我当初真是瞎了眼，我怎么就看上了你？不是媳妇儿，你这，哎呀，郭子，你也是的，干嘛呀？老同学见面聊聊天不好吗？哎，媳妇儿，我高血压上来了，快把降压药给我。等会儿，郭子，你有高血压吗？哦，没有。我有啊，我高血压呀。哎，你有糖尿病吗？没有。我有啊，我4个加号啊。哎呦，太好了，我有啊，中医。哎，不行，我送你去医院吧。不去，不去，这病我得留着。我有病，他没有啊。哎呀，成功了。老公，我陪你一起去医院。谢谢哥，谢谢弟，谢谢弟妹。嗨，你别谢我们，我们就是看不惯他俩。哥，加油。郭子，人生啊，总有起起伏伏，没什么，闯过去你就赢了。你们不知道，自从我出来打工，我每天晚上就梦见我妈，因为我觉得只有我在最困难的时候，我妈才能伸出援手来帮我。但是今天在你们家，我感到了家的温暖。人要脸，树要皮，我一直为了这句话支撑着，但是今天你们给我上了一课，从今以后我要脚踏实地的，一步一个脚印的干出一番事业来。我要不活出个人样来，我不来见你们。老公啊，他是走了，是回不来了。不，他很快就会回来。你看，我说什么来着？这么快？这么快就混出人样来了？那包。再见。郭子，加油！欢迎来到2020浙江卫视春节联欢晚会。本晚会由抖音 APP 冠名播出，上抖音分20亿。
谢谢，谢谢所有的演员们。过完春节，我们即将开始一年新的征程了。而这即将到来的新一年，是注定将会载入史册的年份。中国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将成就承载着千百年梦想的高光时刻。在这里，让我们向欣欣向荣的祖国道一声新年好。过去一年所有的收获和成就，凝结着新时代每一位追梦人的心血和汗水，彰显着不同凡响的中国精气神。在这里，我们要向每一位奋斗者的华夏儿女道一声新年好。春节是阖家团圆共享天伦的日子，而就在此时此刻，仍然有一大批的劳动者为了这暖暖的万家灯火坚守在工作一线。在这里，我们要对他们道一声新年好。各位观众朋友们，抖音 APP 浙江卫视2020新春联欢晚会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我们明年见。感谢抖音 APP 金属送席，抖音有礼，上抖音分20亿，只要打开最新版本的抖音 APP， 点击左上方的灯笼图标就可以玩红包大会，最高可获得1万元锦鲤现金红包。感谢有机领导品牌经典的特别赞助，天赐经典，开启有机新生活。欢迎大家登录视频合作平台爱奇艺、优酷、腾讯视频，观看更多精彩内容。登录爱奇艺、优酷、腾讯、咪咕视频，观看晚会精彩内容。登录咪咕音乐，聆听晚会纯享歌曲。上微博晒出你的新春祝福，分享生活里的美好绿洲。关注蓝天下官网、中国蓝 TV、新浪娱乐、网易娱乐、搜狐娱乐、Zucker新闻、百度 APP、百家号、好看视频、中国网、中华网、一点资讯、OWAT、360娱乐等平台了解晚会资讯。新浪新闻 APP 团圆好看，更多浙江卫视精彩内容。鼠闹新春，来今日头条、西瓜视频、抖音搜索。